小妹，就看起来就好像大小将的感觉。这两就很健美，不用字也很健美，就健美，这边都蛮好。哎呦，但是还讲 do not touch。你买了新 Porsche， 他买了新 Coach， 你又买了新 Watch， 新 Launch 的 Hill Blood。我穿我的 G Shock， 继续我的 First Blood， 打开我的 Rock， 你会 Out of Control。你的 Blood。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靓仔 Steve。金马伦的第二天，金马伦的第二天要回去了。昨天他跟 Steady King 一起出去，然后 Steady King 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个买草莓的地方，然后他今天介绍我去的这个地方，他们去这么多间买草莓哦，这间是最 OK， 等下就带你们去，顺便介绍你们这一间店 ，Let's go， Let's go， 穿，因为很冷，我们到了草莓园了，不能开了没有哎，这里有一个来这里一定要吃的 Strawberry 拿西了吗？一定要吃这边出名草莓。好了，这样等一下如果有我们就吃啊。我们现在来到买 strawberry 的地方，这是已经介绍了。哇，还有 strawberry 很多产品。strawberry 就看起来就好像辣椒酱的感觉。吃了就很健美，不用吃也很健美。就健美。哇，还有这个是 strawberry 三八，我就拿回去开箱给你们看看。好。哎，不错，甜甜的，我喜欢吃这种。好了，我们现在又来到另外一个草莓园的地方。哇，你刚才没有录到啊！没有录到啊！我学你的。我为什么会回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我老婆喜欢吃这边草莓，干脆我回来买。有找到吗？我在看别的啊。这个可以买给妹妹。看我老婆。哇，你看这个了，是吧？哎，你跑得很辛苦的感觉。是啊，你看我很快是不是？我从那边跳过来只需要一秒。我看到 Steve 了，我现在又要用我的超能力冲回去了。你看，你看我很快是不是？我从那边跳过来只需要一秒。你看他们踩的时候，下面这一层掉的，因为还要留住给他伸过嘛。哦，哇，你厉害，你厉害。哎呀，以前踩，这里没有讲不可以吃嘛，不吃啊。你们看这个身材几肥美。那是冷吗？哎呀妈，萨梅拉。这边的话很好。哎呦，但是他讲 do not touch。亚迪龙，这是什么吗？是不是那种小小个？我们以前奶奶喝澡的。哦，不是不是不是，你不会觉得很像一个仙女这样吗？这是他的头，这是他的裙，这个是他的脚。他的脚也太多了。Boom！ 哇，这边的花真的很多。哎，这个是菊花吗？这叫太阳花。真的吗？太阳花，它只是不同颜色罢了。如果懂这个是什么花的话，在下面口面给我知道了。哇，买那么多东西。好了，我们买好花了，在我们要去大抢菜园了。天气的关系让我这样喘，还是我已经老了嘞？老了，你老了，你就不喘？我一点都不喘。Daddy King 来带我们的，现在带我们去找一个地方停我们的车先。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 ，Daddy King 讲这个是他哥哥的店，私房菜。对，我们现在去吃东西先。现在我遇到一个 Daddy King， 他是种菜的，所以和我有一点菜的知识，想问一下他。那时候我们买的一叔叔很甜很甜的嘛，可是我带下山过后，他就没有这样甜了，是为什么？新鲜采下来过后，对，要在48小时里面吃掉。过了一两天过后，还变成比较不甜了。所以采下新鲜的玉叔叔，尤其是金马伦的，真的很好吃，很甜，我们就要马上吃掉它。这里更带我们来吃的东西。好甜的，超甜。要宰一个人的。这个没有人吃的，他敏感，他敏感，他也敏感，不能吃，不能吃。宝宝看起来很美味的。
等一下我在那边吃，你们可以不要讲出去吗？可以。大你哇，这很大只的，把它放下来。那在做什么？偷吃啊！再告诉他怎样专业骂小，你看骂完了。这是什么？我们这些菜就是这位老板做的，你们来吃到不好吃的话，哎呀，都又都觉得关掉。要我的明星要签名，你应该是最灵活的杯子啊。哎呀，没有想不开。来了，我签过的东西就会很灵的。名也签完了，那我们就要去菜园了。现在我们就要坐他的车上菜园。你要画面很陡，你们就随便看了。第一次这样子坐这种车嘞，我也试过这样。没有。重点是还有沙发可以坐。你们应该是偷偷带到观光客了。你看我，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角度跟你们讲话吗？我很怕我的帽子飞掉。哎呀，我的头发要飞掉了。现在我们要上山了。哇，太夸张了这！如果没有 Daddy King 带我们这样走，我们应该不会有这种景点。我们是在坐过山车吗？我刚才坐过山车。到了，路程不会很长，不然就要死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他的番茄，哇，你最喜欢的番茄。我第一次看番茄树，这个是它的秧。哦，也是番茄的。因为这边要丢掉要煮。不是会一直生一直生的吗？很久啊，这个一年差不多。秘密。你们想念秘密吗？给你们看。我们现在看完番茄了，我们现在要上山顶。现在要赞助。好，你挑战赞助。你要挑战赞助啊？你敢咩？他敢，他什么都敢的。站好好啊，抓紧紧啊。他讲这个是大蒜。哇，在浇水。好了吗，老婆？好。哇，天哪，天哪！哇，很高哎。哎呀！哇！觉得驾车的人比较厉害。真的，我觉得这个人驾驶技术比较强哎。重点是我们在悬崖边哎，你看有一点晕着啊。哇！哎，我觉得你不用拍砖哎，这里就是很小的。那个路到底是怎样？真的很可怕哎，那个路。好啦，我们已经到山顶啦，我们来看包菜。OK， 现在我们是在包菜园的地方。这个就是包菜，对，它就是会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它慢慢成熟的时候，它是会一包一包再包回去。在外面看到的包菜一粒这样子。你看我的朋友做 YouTube 做到疯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删除你王者的 account。我们明明是打魔包雷阵的。我删除啊，王者，再来。有声音啊！啊，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偷采啊！哇，你看那个路，哟，很斜哦。体验农场生活，现在我们好像在拍农场。好了，我们先去看羊妹妹。哇，小白羊，哇，它吃你的菜了嘞。为什么他们好像吃到很好吃这样子啊？好像很好吃这样耶，我试试看。没有很好吃啊。哇，他们会专选叶子的嘞。对，他们是咯，他们不喜欢吃这种茎的嘞，他们要选叶子来吃。哎，这个毛软软的。我来这里想摸它，这才舒适的。它的毛特别软的嘞。他讲这个是乳羊，刚出世没有多久吧。哈哈哈哈。这样好吃，这样哎。
来买马伦艺叔叔。哎，这个是包菜吗？这是包菜，这个比较大，肯定包起来了。哎，他们采就是采中间而已啊，像这些留住是他会再包吗？各了功夫，他会生菜胆。哦，是这样子的、啊，哇，各了过会生菜胆的这样子。哇，我真的不懂哎，玉米是一颗只有一粒而已的吗？一粒而已。每次炒菜就那个包素心吗？哦，所以它是采掉了就变包素心啊。所以它就是只留一粒，让它养分只在那一粒啊。了解，这个就是艺术书园啊。他讲还要给我看一个东西，还要我猜。哇，不懂哎。番石榴又太大力哦，什么来的？百香果。他讲这个是百香果哎，这是百香果那个。我们的薏米来了，哇，现采的薏米。我们来这边买薏米，还是我们要多少条就去那边采多少条？四十条。哇，这个是老板请我们吃的无花果，这个要两次，没有吃过嘞。我们买好了，这些就是我们的玉蜀黍，这个是瓦龙龙啊。哇，这个饺子很好喝的嘞。什么？对，真的没？真的。那我们又带了另外一个菜园，这个好像是种生菜，我你最喜欢吃的菜，很美耶，好像玫瑰花这样哦。这些是什么菜？哦，牛油生菜适合你嘞，你最喜欢吃谁辣的？这种是已经可以收成了的，这个又叫什么嘞？我想问菜比较好卖还是多玛豆比较好卖？你只是想知道他们哪一个比较有钱吧？是是卖菜比较有钱。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菜园啊，整齐齐的，漂亮的，全部是石头子，走到这样漂亮的出口。老板讲他拿一把刀来让我们自己切，要拿一颗你就自己切哪一颗。我又不可以吃，不然带回去给妈妈吃。你要教我们讲切，切它的根这样子啦。你会的吗？哇！有半个在这里是可以的，我的脸又大一点了。我深深的。啊，现在老婆来。肥肥的，大大的。来。这边。不要切我，不要切我，不要切我。哎，你切来这么你又不能吃，切给妈妈啦，摆到一下危险，吃摆上一下危险，摆到摆到。老板在啊，今天要跟你有事啊。会。你不要切到手就可以啊。我只要给那个东西摆出来了。2000 years later. 我们切好我们要的菜了。哇，你看我的火神父。哇，你看几大嘞。真的很新鲜，好漂亮。下回请我吃给你看。为什么？这种菜哦，二十多天就长出来了。种多嘛都要三个月、四个月，你二十多天就可以种出一个菜，又可以成为它珍贵的那菜，还要加价。可以加骨吗？这个都是种子种出来的啦。这个苗大概种子到现在多少？这样子啊，不过才搬过去。哦，这个菜就是这样子来循环的，所以你们了解了啊。你们有空要来吃的，你们自己也可以带回来。好，这样你们没有机会了。它都是做出口的。现在在包这些菜。我要全部咬一口先，放的比较甜。没有，错不了。我们也看了啦，今天我们很感谢我们的 Steady Gang， 谢谢他们带我们体验菜园生活。首先你要先谢谢我把你带过来这里，谢谢我们的阿雅Steady Gang Charles 陈伟聪，这个是做音乐的，以后可以看一下他的圈了。不要只看他的菜，多才多艺的，他不只是会种菜。你知道他的菜为什么这么美吗？因为他在那边唱歌。菜又长得很漂亮。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以及点赞哦。
Lady King 送你的。哈哈哈哈哈！几千元，北京那边都买多了啊！哈哈哈哈哈！